掀开经本，月天子长行第六句看起，出现净光天子，得慈悲救护一切众生，令现今受苦受乐事下头了。净光天子，他的得法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为我们提示的是：慈护现露，悲救其苦，令见因果，断恶修善，明真救苦。清凉大师的话虽然不多，但是意思说得非常的圆满。慈悲救护的工作，现在我们一般称为慈济，慈悲救济。许多宗教团体在佛法更是普遍，我们都有这样一个部门，专门呢来做这个工作，赈济一些灾难。这些事情社会也特别表扬鼓励，实在是帮助社会，帮助政府来解决这一些困难的问题。可是这都是从枝叶上来下手，治标而不是治本。现在我们细心去观察，这个社会本末倒置，这事情就太多太多了。所有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所以这个救济就变成无有穷尽了，变成社会的负担，变成政府的负担，特别是世界上的富强，已开发国家当中，没有一个不对这个事情头痛。如何从根本解决呢？谁都没办法。这些我们细细思维，总结一句话，都是不堕圣贤书之故。古圣先贤给我们有很好的教诲，根本解决的方法在哪里呢？在教育。所以教育
才是真正慈悲救护啊！你不教他，他遭到困难，他没得吃了，你去救济他，给他食物；他没得穿了，你去救济他，给他衣服。这个不是解决问题。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救人只是救急不救贫，你有急难的时候，这是应当要救护的啊，贫穷这个没法子，如何解决贫穷的方法，教育。这才是真正慈悲救护一切众生啊！你看菩萨在这个地方所说的，令现见受苦受乐事啊，现前叫你亲眼看见啊，受苦受乐，你看到这个事情之后，你要了解。为什么受苦？为什么享乐？这个里头有因果啊！你要懂得因果的道理，事出世间法。都离不开因果，华严经讲的是五洲因果，法华经讲的是一尘因果，因果通一切法了。我们要希望得什么果报啊？你一定要懂得怎样去修因，不修善因，想得善果，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种善因，如果说是得苦报，也没有这个道理。因果决定是相应的。世间人迷于财物，都希求啊财富。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有的人得到了，但是大多数的人得不到。那么由此可知，他得到的是他命里头所有的，他得不到的他命里头没有的。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了凡居士很感叹的说：“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为什么呢？命里所有的。小人命里有的，用不正当的手段。”干一些损人利己，自己得来的利，人命里所有的，岂不叫冤枉吗？造了些恶业吗？君子心正行正，命里有的他还是会得到。
佛在一切经里面，这些事情讲的最多啊。财富从哪里得来的呢？从财布施得来的。众生听了，不能接受，不能相信的。又不敢说佛说的不对。总是以猜疑的心来接触佛法，所以境界现前了，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随顺自己的习气，把佛的教诲忘得一干二净，这怎么能成就呢？佛给我们说，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的。财富是果报啊，财布施是因啊。如果供养呢，那个福报就更殊胜了。供养是什么？是用最真诚、恭敬心去布施，那个福报大。布施跟供养差别是在用心不一样啊。把布施的对象看作我们最尊敬的人，这个布施就变成供养。不可以轻慢人的。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是因呐。肯修法布施的人得聪明智慧，肯修无为布施的人得健康长寿。世间人希求的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古今中外，不分族类，不分宗教，哪一个不求这三桩事情？拜佛也好，拜神也好，拜上帝也好，在这些神明面前都是许愿，希望神明能够赐给他，能够得到，这是假的。这是不可靠的呀，神明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赐给你，但是神明佛菩萨会教给你方法。正如同神明不能赐给你粮食，但是教给你耕种的方法。你会耕种了，当然你就有收获。所以佛菩萨教给我们修因呐，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财布施，无微布施。果报得财富，得健康长寿。三宝用什么加持呢？三宝用教诲加持我们。三宝加持一切众生是平等的，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接受。什么叫肯接受呢？依教奉行的人就叫接受。你能够100%的依教奉行，那是100%的接受。你打个对折，
异教奉行，那你只接受到一半。佛法对一切众生决定是平等的。中国古老的谚语常说，人存正取，人亡正息。领导人100%的依教奉行，这道场兴旺。领导人不能够依教奉行，这道场自然就衰了。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诸位要晓得，这个话不是迷信，但是很多人错解了意思，错解了就变成迷信。诸佛护念是佛陀教诲在护念，龙天善神保佑也是经典教诲在保佑你。你肯信，你能解，你能够啊为人演说啊，诸佛护念你就得到了，龙天善神保佑你也得到了啊，佛菩萨护法神没有偏心的，对哪一个都平等的 啊你不肯相信，你不求甚解，不能依教奉行，那有什么法子？佛护念你，护法神保佑你，你不接受，你还是胡作妄为，自甘堕落，这佛菩萨帮不上忙。我们对于理事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身心因果。对于事出世间因果的道理，因果的现象，佛菩萨了解的最透彻。他们真正是修善因得善果，那个善是到了极处啊！天王他得的这个法，就是从因果上说的。这是一个真正通达因果理论与事实的人，我们要向他学习。慈帮助人快乐，悲是拔出人的痛苦，不是他有能力，他有智慧，他教给我们的方法。你想得乐，有得乐的方法，你想利苦，有利苦的方法，苦乐是果报，有果必有因呐。因果的关键在智慧，所以佛家的教学就是以智慧为核心。智慧开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智慧开了，前因后果通通明白了。这个才是真救护啊，真的慈济啊。你知道怎样能够得福，怎样能够
原力在后。真正明白，首先在心理上做一个大的转变。凡是为自己利益的，是苦啊，苦之因啊。你会受苦报啊。凡是念念的利益一切众生，利益社会的，这是乐之因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明了了，为什么古大德常常劝勉学人呢？要参学，要参防善知识。参学的目的就是得到一个好的修学环境，闻熏成种。什么时候啊才可以离开这个道场呢？古德的标准是明心见性，也就是说，对于事出事法、因果道理、事实真相，彻底通达明了，你的学业就完成了。彻底通达明了，就是明心见性。没有到这个程度，不能离开善知识啊，不能离开道场啊。道场就好比炼钢炉一样，我们现在是废铁，在这个冶炉里头会炼成金刚啊。所以才晓得他的殊胜之处啊。智慧增长，你们现在同学们因为每个星期要讲经，压力很大啊。这个华严经一个星期讲五次，讲太多了。所以你们学这个修学就比较上困难。我们过去在台中，李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经，给我们上一次课，所以我们有非常富裕的时间去消化了。所以同学们在一起做研究讨论的，老师上的这一堂课，我们要复习。要研究，要讨论啊！可是每一天讲的时候，你们就没办法了。所以你们今天是在讲，就闻熏成种啊！可是有同学在一起研究讨论呢，那个效果非常殊胜。经过大家讨论，我们所听的这个理越来越明白，在研究如何落实在生活上我们怎样去把它做到那在我们现前这个状况之下，同学们每一个星期至少有一次自己研究讨论。
那么你所听的这五堂课，你把你的感想心得写出来，彼此互相交换啊，这叫同学啊，真正在一起学习，互相帮助。提升自己的境界，增长自己的智慧啊！所以，思跟有是我们修学成败的关键，有比思还要重要啊！老师给我们是指路的。路是要自己走啊，有呢是我们结伴同行的，路上遭遇困难互相扶助，扶助啊，啊，所以一个人的成就，有好老师没有好同学，绝对不会成就；有好同学没有好老师也非常困难。啊，思跟有的条件具足。不容易啊！我过去在台中十年，我们有七个同学，我们十年在一起，每一个星期一次聚会，啊，我们的聚会是复讲，把老师教给我们的，我们重复讲一遍。啊，讲呢，同学们轮流啊来复讲，讲完之后研究讨论啊，这个是我们的定课啊，七个人十年没有散了成就。不是偶然的，没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人来协助，我们怎么会成功？成就的关键在断卧修身。断卧修身要从念头上下手，啊，断卧不要表现在行为上，那已经迟了。卧念断掉啊，修善呢，要从善念开始啊，有善念，自然有善行。这是从根本修啊，而善恶的标准呢，必须要牢牢的记住。为自己的利益是我，肯定是我；为别人的利益是善。这个是佛法跟其他世间讲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佛法的目的是叫你超越三界，永脱轮回，目标定在这个地方啊！轮回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自私自利。只要有我这个念头，有自私自利的念头。这个念头啊，变现出轮回。你这个念头天天还在加深，你怎么能够脱离轮回？啊，所以佛法的教学，第一个叫破我执啊。破我执的落实，
就是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打掉，不起心动念在意，起心动念决定是为别人的利益，为一切众生的利益，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样就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了。念如是啊，行亦如是，我们所作所为都是帮助别人，帮助社会，决定没有私心。所以这个世间人感觉到奇怪啊，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人家做嘛都是自己有利益了，你们为什么不求自己利益？实在让他不懂啊，我们这样做自己得最大的利益，什么利益呢？永远脱离轮回了。你们所看到的利益呢，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利益是轮回以外的事情。这一点要不搞清楚，不搞明白，你自私自利的念头啊，你就很难放下。我们今天读的是这个大经，这个大经好啊，佛家讲的根本法论啊，最直接的，从心性上下手的，不像其他这个经教啊，其他经教是说的部分，这是说的完整的全体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所读到的这些人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不是凡人啊。所以我们仔细观察，每一个人都是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啊，示现为月天子。所以要晓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自己要肯定，要坚定，念念为一切众生想，行行要影响一切众生，做正面的影响，决定不做负面的影响。整个佛法没有别的，就是个断恶修善。千经万论无非是教我们明了因果，你断恶因，你就不受恶的果报，你修善因，你就得善的果报。恶念没有了，业障消除了，善念成熟了，智慧就开了。所以断恶修善呢，功夫成熟的时候，就转迷为悟。然后你才真正明了，如果我们专是求破迷开悟，疏忽了断恶修善，你能不能成功？一辈子都不会开悟。你所得的智慧，佛法里面叫邪慧，不是正慧。正慧一定是从断恶修善来的，断恶修善是戒学。
破迷开悟是定学，是定慧呀。应界得定，应定开慧。啊，定从哪里呢？定从断恶来的。啊，你心里头有恶念，你永远不会得定。啊，也就是说，你自私自利的意念没有放下，你就不可能得定。定是清净心，平等心。无量寿经上，清净平等觉，你没有分。可是你要晓得，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自信里的本具的，不是外来的。所以佛法是平等法，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虽然你自性本具清净平等觉，但是你今天清净平等觉不能现前，原因在哪里？自私自利。谁害你？自己害自己啊！与别人不相干呐。与别人不相干，他还偏偏怨天尤人，那就是罪上再加罪。啊，一切吉凶祸福啊，与天人毫不相干呐。谁懂这个道理呢？佛菩萨懂得，凡夫不懂。凡夫总是怪别人，大错特错。觉悟的人，明白的人，决定不怪别人。吉凶祸福都在自己一念之间，一念觉。凶灾呀，也变成福报。一念迷，福德也变成灾祸。关键在一念呐。机缘非常非常难遇啊！开经偈上说得好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有幸遇到这个机缘，机缘决定不能错过啊！错过是真可惜。哪些是机缘？道场是缘分啊，这个道场不在乎大小，在乎有没有道风跟学风。啊，什么是道风呢？修行的方法。修行的仪式啊，什么是学风呢？讲经说法啊，理论方法上的参学，学风啊，道与学的成就，都讲求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学风我们偏重在净宗的奠基
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经中有五经一论，好像没有包括华严。可是彭吉清居士给我们说，无量寿经即是中等华严，它有华严、念佛三昧论，所以我们明了，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的，他说的话有没有根据？有根据。无量寿经，我们一开端，经文第一句话，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这经文头一句话了。前面那列的是重啊，真正经文头一句话，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之德就是华严。我们再看华严经。彻实彻宗，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所以我们这才明白了，华严经是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注解，是无量寿经的细说。我也曾经讲过，大家要想学讲无量寿经，把无量寿经讲得好，你一定要通达华严，无量寿经才讲得好。为什么呢？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精华。是华严经最精彩的部分，你要不懂华严，你怎么能把无量寿经讲得好？无量寿经要讲不好啊，那小本弥陀经就别谈了。所以我们看到藕益大师、莲池大师《弥陀经》的要解疏钞，为什么做得那么好？他们通达华严。莲池大师的疏钞几乎完全是华严经的架势，这诸位都看得到啊！要解更是精彩绝伦。所以不通华严怎么行？我们今天在此地学华严，就是深入无量寿啊！这个因果的道理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世间人说在实在说活了一辈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很悲哀的事情我们知道一生在做什么，知道今天在做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怎么不欢喜因见到了，果也见到，
善因善果见到了，恶因恶果也见到了。我们知道如何趋吉避凶，我们也知道如何帮助一切众生消灾免难。我们要效法诸佛菩萨，帮助这一些众生，一切众生接不接受是他们的事情，能接受多少也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不能为这些操心啊，为这些事情操心啊，那你就错了我们的心就不清净但是一定要有高度的智慧，善巧方便，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这是我们的义务啊！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就是为这桩事情来的这个才是真慈悲也。慈悲的意思太深了，太广了。我们看到这个名词，能够理解多少？救护是工作，是慈悲的落实。我们对救护的工作又做了多少？这个是要常常反省。怎样把这个事情做好？不但不能离开经教，而且还不能够离开经常不断的去行唱。四大天王给我们的表法了，广目多闻呢，你要多看，要多听听别人，然后我们的所作所为才契机佛法是离机双契，如果你说我契离不契机，行不通理论虽正确，但是众生不接受契机不契离，那是罪业有些人讲经我没听过，但是有很多听众来告诉我，法师讲经念一段经文，讲一段故事，讲得很好听大家听得都非常欢喜，讲完之后一哄而散这是什么呢？契机不契离他能够逗众生的喜爱可是得不到佛法的利益佛经里讲的什么毫不相干你这个两种都错了所以佛教给我们帮助别人离机双契，不但是在讲台上讲经要顾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
无论在什么场合，遇到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礼基尚起。对大众如是，对一个人也如是啊！你才真正帮了他的忙，让他明白事理的真相。他明白了，自然就会断恶因，自然就会修善果。他不了解，你劝导他，他不相信的。所以世尊说法，表演给我们看的，三转法轮，也就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教化众生。三种都必须礼基尚齐，这是总原则、总纲领。第一个方式是指示，把事实真相直接的告诉他，但是这礼基尚齐。要知道他的程度，要了解现实生活环境，当前迫切需要，你这一说他很容易接受啊。真的帮助他解决问题。聪明的人，立根的人，他就接受了。次一等根性的人，你给他讲，他的精神不能够贯注，不能够集中，他认为什么？你所讲的这个与我没什么关系。也未必是我现前需要的，必须再要加深一层，特别关心他，特别劝勉他，他这个才觉悟了。换一句话说，这个里面要加上爱心，这叫劝转呢。一叫对方感觉到，他对我真的关心，真的爱护我。劝不是口头上劝的，口头上劝假的。真的有爱心付出。做学生的人，不能不听，不能不接受。那么我就不就是这种人呢，不是上根呢。我亲近的三个老师，方东伟先生、张家大师，以后亲近李炳南老居士，他都特别的关怀，特别的爱护，这里头有一番情谊在里头。这么一来的时候，他上课我们不能不去，不去不好意思，对不起他。最初学佛跟张家大师，一个礼拜跟他见一次面。如果有一个礼拜没有去了，到第二天一定打电话来，你是不是生病了？有什么事情？搞得就不好意思了。这叫劝转呐，劝转是真诚的爱心呐。
不是嘴皮上劝劝，那可不管用的，要以行动啊，关怀他，爱护他。第三种，跟一些烦恼更重的人，你对他关怀，他不知道感恩，就忘恩负义那种法子，自然没办法了。所以佛就示现果报给你看，他看到果报，所谓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他就害怕了，才知道啊，哦，这个恶不可以造，善一定要修，叫你看到果报。这个是世尊教化人所用的三种不同的手段。果报怎么？果报要带着去看的。看完之后分析说给他听，他懂得。那个恶的果报啊，带他到殡仪馆去看看。你看看殡仪馆那个停尸间里头，看看那些人的相貌。那么还有不少的是像救济院、老人院，这些地方的时候都带来看看。他在真的有景物啊，不看到事实真相，很难体会，很难回头啊。这些都是佛家讲的善巧方便，一懂得，这才晓得怎样做是奇迹。利己双齐，我们才能真正帮助人。这个人觉悟，这个人回头。他觉悟，他回头，他就能帮助别人。他自己没有觉悟，自己没有回头，帮助人很难啊，很不容易啊。只能够做到佛法的宣传工作而已。实际上的效应是很难说的。所以我们不从真实方面去着手，我们怎么修啊？我们经常不断的去访问不同的族群，看看呢各种族群不同的生活状况，访问不同的宗教。你们的心胸开阔了，增长见识，增长智慧，帮助你将来弘法利生，利己双齐。不是，你了解社会状况，我们认真努力修学，将来因缘成熟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都要去看呐。过去方东梅先生教我学哲学，要做个哲学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读万卷书，这是学问知识的基础，行万里路就是今天讲的
观光考察，亲自去看了，将你所学的东西落实啊。所以叫你去观察，观察世间相，什么相呢？因果报应的相嘛。从这个地方去领悟啊，你的智慧才是真实的。你没有见过，没有考察过。这个就考察就是实验了，科学家讲的实验，你没有通过实验，行万里路是通过实验，方先生以前还提到，他劝同学们一定要乘坐一次飞机，飞到高空啊，然后才晓得什么自己渺小。把自己共高我慢那个念头打掉，你飞到高空，看看地下像房屋，房屋是什么？像什么？像蚂蚁一样。一栋大房子都像蚂蚁一样，那里头人就看不见了。这才知道自己这个身体微不足道啊。为这个身体造业，那就完全错了。可见那个真正做学问的人，真正用功、真正修行的人，他的功夫从来没间断过，行住坐卧都在用功。禅宗讲的观照、照住、照见，从来没间断过。处世待人接物，我们都要懂得。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面之中，都是修行人用功的场所。那么这个叫真的会用功了，功夫得了了。可是这个功夫培养成，那一定是一个殊胜的道场。殊胜的机缘，我们在这里养啊，养成一个习惯二六十钟啊，功夫不间断了，所以在勇猛精进才能有真正的成就。菩萨在此地讲到慈悲救护一些众生，他的方法是令众生亲自见到，这个是做正转。见到一些众生受苦的因果，受乐的因果，那个四就是讲的因果。透彻明白理解了，自己真的智慧就开了慈悲救济的功德，功德才做到圆满了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